大家好，鱼肉该怎么样腌制才会更加的嫩呢？就像豆腐一样的嫩，入口即化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腌制牛肉的详细步骤，还有具体的用料，保证我们腌出来的牛肉鲜嫩爽滑，不干也不柴。我这里是一斤的牛肉，买回来以后放进冰箱里冷藏一个小时，这样能够排下牛肉的酸性。而且我们在挑选牛肉的时候，最好是选腱子肉或者是里脊肉，这些部位的牛肉口感会更嫩一些。想要腌出来的牛肉像豆腐一样的嫩，首先我们在切牛肉的时候就非常有讲究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牛肉的纹路，它的纹路是竖着的，那我们在切的时候需要横着来切。接下来我们把牛肉切成厚厚的薄片，这里要注意的是牛肉不能切得太薄，也不能切得太厚，把它切成大概两毫米左右的厚度就可以了。牛肉全部切好以后，把它放进一个大碗里面，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，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把它切成姜丝，切好后放入碗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我们只要葱白的部分，再把葱白给它切成葱花，切好以后放进小碗中。下面我们再准备一个擀面杖，用擀面杖使劲的捣，把葱姜里面的汁水给它捣出来。汁水捣出来以后，再往里面加入60克的清水，给它浸泡一下，浸泡个10分钟左右。现在我们往牛肉里加入一勺蚝油，一勺老抽上色，再下手给它抓拌一下，抓拌均匀，把牛肉给它腌制一下。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放料酒来腌制牛肉，如果放了料酒会使牛肉变质，加速牛肉老化。牛肉抓拌均匀以后，再把葱姜水倒进来，再下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。一斤牛肉配60克的水就可以了。我们在抓拌的时候一定要多抓拌一会，要让牛肉把葱姜水彻底的吃进去，把牛肉抓拌成非常的粘稠，而且还有一点粘手的状态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，我们再次下手把它抓拌一下，给它抓拌均匀。这时候加入食盐，能够让我们的牛肉把葱姜的水分给它彻底的吃进去。抓拌的时间不能太长，稍微抓拌一会就可以。再次抓拌均匀以后，往里面加入一个蛋清，蛋清倒进来以后，我们再下手抓一下，给它抓拌均匀，让蛋清和牛肉充分的融合。这会我们就能够看到牛肉非常的鲜嫩了，特别的爽滑。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生粉，加入生粉能够锁住牛肉中的水分，这样可以使牛肉里面的水分不容易流失，抓拌就没有干面粉的状态。最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玉米油，加入玉米油为了锁住牛肉中的水分，这样我们的牛肉吃起来会更加的滑嫩，而且一会牛肉下锅的时候它还不会粘锅。我们在腌制牛肉的时候，配料还有腌制的顺序是不可以颠倒的，大家不要记错了。牛肉酱腌制，不管是爆炒还是涮火锅，都是非常的鲜嫩爽滑。我们腌好以后，也可以把牛肉放进冰箱里冷藏一个小时。下一步我们来准备点配菜，准备一个番茄，插入一根筷子，把它放在燃气灶上烤一下，大概烤一分钟左右，看一下，这样番茄的皮就非常容易剥下来了。用这个方法给番茄去皮，非常简单又快速。然后再把它给到切成小块，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把金针菇把根部切掉，再把它切成两半。准备一根大葱切成小段，再准备把大蒜切成丁，切好以后放入碗中。接下来我们来调个料汁，小碗中加入一勺食盐，一勺鸡精，一勺白糖提鲜，一勺蚝油，一勺生抽，
再来一点老抽上色，再加入一碗清水，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备用。砂锅烧热，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油，油热以后把大葱和大蒜倒进来，炒出香味。炒出香味以后，再把番茄倒进来继续翻炒，炒出番茄汁。炒出番茄汁以后，再把金针菇倒进来，把它整理均匀。最后再把牛肉倒进来，把牛肉铺平，再把调料汁浇在牛肉上面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以后，转中火焖8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满屋飘香。最后撒上生米辣和香菜，美味极沉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这个番茄炖牛肉的做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帮忙点个赞或者转发一下吧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